迄阵时我七十八岁，虽然过身了后，就剩我一个人。我跟我的家阿娃的感情不是真好，剩我一个人的时阵，我无搬过去，跟伊人做阵徛。我真疼我的大伯孙永杰，今年十岁，伊也亲我，但比我还是无搬过去。到底我跟我的囝发生了什么代志？十年前，伊的某大腹肚了，伊爸愈才教伊。伊讲伊毋是野后生，无受予人见笑，无受吃酒。我安尼老了，天公伯送我一个大伯孙，根本是一件真正欢喜的代志。我是无可能就安尼放煞。我人想骂了真久，我就是无明白，做咪爱甲个人作对？到尾伊喊伊酒本无吃，就安尼交因了。这件代志啊，我真正生气，我怕算冤枉伊。用这困了，哦，哎，永杰，你上次考试第几名啊？公公忘记了，想听你再讲一次吗？你考第二名，将班赖啊？班上有几个人啊？你什么时候要来阿公家吃饭啊？阿公刚才煎了一条鱼，你不是最喜欢吃鱼的吗？
唔知是唔是真好食太醉，医生讲我有淡薄中风，你好有出来人照顾，若是无看好势啊，手要真醉。迄狗唔知有代志无？我应该去饲猫的。头先我讲过，我跟阿歪感情唔是真好，所以我家己去大老人院。在老人院日子里面。 我看到迄道哦，唔是我受的安尼惨，唔是输我老人在迄道担心，伊人活个比我受的更加开心。东风，搞错，媳妇啊，哎呦！ 大三年啦！哇，半到死啊！而家系东风啊，你打到，你识唔识打噶？我都话啦，我一个可以打两个啦，我哋可以打三人麻雀啊，使咩揾你打四人麻雀啊？滚吉嘅，妖，几多番你都未能识计，还讲一个打两个？唉，唔讲咁多，门户啊，各水各水，你啊，4788。 十次啦！你1782，你新人，门户382啦，咁多啊？多啦！哎呀，之前我哋三个人都可以打三人麻雀噶嘛，你叫佢入嚟打四人麻雀，净系佢打俾你食糊。阿伯爷今日嘅排风几够顺啊！<笑>你哋讲运气，讲技术，哎呀，下巴都跟唔上我啦。<笑>想当年啊！ 我一个人打两个啊，甚至啊，我同时打10个都得啊！咩10个啊？而家我哋4个人打麻雀啫嘛。你识啲咩啦？想当年我一坐低嚟打麻雀啫，氹氹转啊，围满晒嗰啲人啊，我净系靠冚住个牌啊，都打到人一扑一碌啊！哎呀，打3卡麻雀，3张台都系9个人；如果打4卡麻雀，2张台就8个人。 你讲到咁多嘢，你识唔识啊？334有冇听过啊？打足球都有333啦，何况系打麻雀？喺度吹水啦，万几日啦，靠摸边个都识啦，我都识啊，四万，<笑>靓仔，大成，我哋有冇见过啊？都冇见过大场面，同你哋讲个嘥鬼气。 想入边系你个仔哦，佢好得意啊，大个咗一定好靓仔。佢喺边度做工啊？吉林波。 我都有个仔，佢结咗婚，我个女咧就喺英国做工，女大女世界咯。佢同佢嘅老公住喺英国，好少翻嚟。我仲有个孙仔叫容姐，今年10岁，佢好得意噶。下次我攞佢哋嘅相俾你睇，好吗？ 讲唔出啦，哦，冇伤心，慢慢嚟，下次先。
阿星，阿老，擘大隻雙眼睇下啦！舊時阿叔打麻雀啊，就係咁嘅款啦，夠威味。誒，做棋線又係一對一啊嘛，而且啲棋子得12粒，楚河看界，亮相對，你望望我望嚟，有咩意思啊？打麻雀咁痛啊？麻雀144粒，東南西北風，就好似水壺轉啊，108條好漢，條條都有唔同個性嘅，識唔識啊，懵佬？ 睇下睇水壺轉睇到沙咗啊！麻雀都有個性，咁我問你啊，四粒紅棕紅一樣，邊一隻有個性啊？<笑>你都冇俾心機嘅，俾啲心機啦，日日打，你就會慢慢知道邊一粒係大哥大，邊一粒係細佬，識唔識啊？傻嘢！好啦，唉，唔好嘈啦，我睇戲啊！ 聽都唔到，嘈死人啊！你哋！我哋而家講緊打麻雀啊，睇咩戲啊？我哋麻雀友個個都係好兄弟，我哋打感情牌噶嘛。打技術我就聽過，未聽過講打感情啊。咁啦，以前你贏我啲錢，冚唪唥俾翻我啦。超，講咁多廢話，食你嘅打邊爐啦，食你嘅大頭菜啦。入耳機啊，都話聽唔到啦，你哋唔好再嘈啦。 呢個係我孫仔楊姐，今年4年級，佢好聰明啊！上次考試啊，佢仲攞咗第2名啊！佢好中意食我煎嘅魚啊，我抽不時煎俾佢食噶。呢個我大仔阿華，我個新抱，呢個係細女淑芳，呢個係佢嘅老公，呢個係我老婆桂蘭。 几个月前过咗身，我同我仔嘅感情唔系咁好。以前啊，佢好反骨噶，好多嘢讲都唔听。佢同佢嘅老婆大咗肚，正结婚，结婚嘅时候又冇摆酒，宁愿自己喺出边住，都唔可以搬翻嚟一齐住。 这段我哋必能摆了，无法度啊！唔制，关于老了，讲嘅一摆，你两分嚟讲，我系二七十六岁，无少讲话。我唔制，意思下交啊，还是无少讲话。特别一走路无方便，所以这条轮椅，手架一条背。 特不斯都大超卡凭借头，桂林未死之前，总会做我哋嘅中间人。依家冇咗中间人，我同佢都冇乜两句。以前后生嗰阵搏命揾钱，以为老咗可以俾仔照顾，点知到老嗰阵又唔系咁样，所以就孤零零一个人入嚟捞人。 老人家嘅日子真爽，我甲伊做阵真好。但不是甲伊讲，我爱故事，讲我爱宝，我爱囝，都我爱达摩孙杨杰。但拜甲伊讲小公平，本来使看到伊笑面，我是真正暑假看到伊笑面，才甲伊讲话。 一更我看到伊迄条被，被内面围出来人的相片，迄相片真旧，应该有30几年。有一摆我看到伊对着相片偷偷流目屎，可能是相片内人。
发生虾米代志，唔知是唔是受到伊个爱人，可能甲我相款，有一段无人知个故事。你来，门没锁。阿爸，生日快乐！也是是我生日咩？是啊，反正就是你生日。啊，你紧啊！我几号了？79号咯，爸。哇，还背定了哦。去上了。我生日迄天，我约伊出去。一开始，我人有淡薄歹势，后来伊应承了。我人无经过老人院的同意，就安尼偷偷出去了。讲一句无好听的话，会使讲是私奔。今日是我生日，我想请你陪我出去行下，好吗？我人去了真正侪所在，我人注定吃一根葱。注定看戏，我去了古早共过人去的所在，我人伫迄道散步，伊笑甲真开心。到尾。我人来到一间死袂衰的客栈，这道的灯真水，阁浪漫，真正久唔捌共查某安尼了。讲真的，我是有淡薄紧张。
伊起来的时阵，我已经无气了。我行到真安详，对伊来讲，可能是一个歹梦，因为伊家一个死人困了几暝。我有甲伊加无间，卖予我冷冷的身体感着伊。我安尼老了，阁有安尼快乐的最后一工，毋是虾米人分有的。 迄天暗暝，我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像啊真个，我像啊假个。我梦到我甲桂兰去食阿华共秀丽个高饮酒，我人拿着酒杯对着孙满人敬酒，大发扬声，饮到阿开心，饮到醉了，倒了。 今日请感谢大家来这请酒，今晚我们来敬一杯酒，祝对新人祝福人幸福快乐，喝一杯酒，饮酒饮大大，明年生人发，呀！所谓好事成双，双双对对，祝对新人荣华又富贵。 今嘛第二杯酒，呀！我唔知人生这句话从倒落来。
特别有一件代志是真的有发生。原来我有去啉阿华甲秀丽的高饮酒，唔是我头先讲的阿华，伊无车酒，歹势欺骗了女人。我一开始就欺骗了女人。其实我根本无去老人院，我根本无捌着人。老人院的日子我拢唔知。头先我讲的代志，什么是我家己想出来的，什么是假的，哈密本无，私奔嘛是无。叶桂兰，你的家人来了。昨暝我做了一个奇怪梦。啊？什么梦哦？我梦到阿爸。你叫我带有些物件予伊，伊讲伊个几间房间有白色。袂怪啦，你硬死怪要安尼抓会有差。华，嗯，修好了，阿爸。